谢金颖和大13岁的张书伟因合作拍戏而生情，交往半年后就论及婚嫁。近日，谢金颖在社群晒出戴上求婚戒指的照片，公开了男友补求婚的过程。谢金颖工作完回家时，看见饭桌上准备了自己想吃了很久的红酒炖牛肉，也是张书伟的拿手菜。然而吃到一半时，却发现挖到了一块硬物，本来以为是个瓶盖，正准备开口吐槽时，才发现张书伟把求婚戒指藏在他的旅行族洗面乳盒子内。接着，张书伟开始浪漫告白，让谢金颖感动不已。对于向来很直男的张书伟偷偷准备的惊喜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感性直呼：如果一个男生足够爱你，那他一定会愿意为你创造浪漫。据悉，张书伟准备的求婚戒指镶了1.54克拉的钻石，价值近30万元。不少网友都留言惊呼：好甜蜜，要闪瞎眼睛了，要一直幸福下去啊！Bye.